最后来开箱这个 Acumen， 最后来开箱这个 Nikon， 最后来开箱这个 Nikon 的 Acumen A21，最后来开箱这个 Nikon 的 Acuron A211， 然后8到18倍 42mm 的镜片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支镜？最后我们来开箱这个 Nikon 的 Acuron A211， 最后我们来开箱这个 Nikon 的 Acuron A211， 8倍到18倍的 42mm 镜片大小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支跟其他三支差距这么大？因为我想说，就是有迷思是说，我们镜片越大，看起来越清楚啊，越亮啊，越漂亮之类的。反正我们就想要来看看，到底，有没有变更好呢？最后，我们来开箱这一个 Nikon 的 Acumen A211， 8倍到18倍，镜片大小是42mm 的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支望远镜跟其他三支比较呢？因为我在想说，镜片越大，那个迷思是说，它会越亮啊，然后越漂亮、越干净之类的，越锐利，影像品质越好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就来打开看看，到底有没有更好呢？盒子里面有一大堆保证卡跟说明书。然后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比较大、比较粗的背带。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比较大、比较粗的背带，里面还有附给你一个比较大、比较粗的望远镜背带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个超大的布的收纳。里面还有一个超大布的收纳袋。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里面还有一个超大的布的软 Q 收纳袋。